在女友家借宿，没想到他妈突然回来了。你是谁？我想你干嘛？哎呀，我第一次来你家，我燥得很。你给我老实点啊！万一会儿我妈……我会怕你吗？切！谁啊？会是我妈回来了吧？你不说你家里不会来人吗？这咋办啊？多穿点衣服。哎，衣服。哎呀，一天穿的跟做贼一样。哎呦，这大半夜你买的啥呀？还用袋子装着，裹这么严实。没买啥，我买了个衣服。衣服？啊，啥衣服？你藏啥呀？没啥衣服啊，就啊，来我看看。没啥好看的，哎，别看，哎，别想，别想呀。看一下，那，给你买的睡衣。我来了，嘿！想他妈打地铺！哎呦我操！哎呦，我疼死我了！我打什么地铺呀？你买睡衣都送了……安静！别给我睡觉！去！喂，我想……你又想干嘛？我憋不住了。憋不住了？啊？那我憋着。我的意思是你家厕所在哪儿？我喂，谁呀？ 啊？好像真是我妈。玩真的？啊？床底还不舒服？我肚子疼啊，我憋不住了。哎呦！对嘛，这么晚你咋来了？就你自己在家睡觉，你锁啥门了？啊，我那个习惯了。你这屋里什么味儿啊？一股脚臭味儿。啊？哎呦，可能是我热，出汗了都。要不你打开窗户透透气。哎，别，我坐，你坐啊，我去吧。不是，我肚子疼。行。我靠。这女孩子在外面一会儿会凉的啊。啊。是。我在家呢。那你这天天都这么大了，也不让我省心。我多听话呀，咋这你省心啊？我都懂事啊。你的呀，一家都抱上孙子了，你啥时候给我带个男朋友回来？我这不是啥时候是？啊！什么东西？